们看这一题，他问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 A 选项，他说 y 等于 s 平方加10的图形，它有最高点。这图形的话，它是对称于 y 轴的，顶点坐标是零时，当零是带零的话 ，y 等于4，而且它往口向上，是这样的图形。好，它有最高点，这错了，它有最低点，没有最高点。再我们看看你的这个 B 选项 ，B 选项它说 y 等于负4 s 平方减一。好，那你呢？这个负4首项系数小于零嘛，所以它往口向下，它顶点坐标是这个零负一啊。大 A 等于零，然后 y 坐标是负一嘛，然后它往口是向下，是这个样子。好，他说这个图形呢，它有最低点，这个错了，它有最高点，往口向下它有最高点，所以 B 也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呢 C 选项 ，C 选项他说 y 哈等于 x 减一的平方。好，这个图形的话哈，它的话呢。对称轴是 x 等于1啊 ，x 等于一，然后呢，它的什么呢？顶点坐标哦，是在呢10的地方。当你 x 大于1的话 ，y 它有什么最小值？这样子。好，他说它的图形对称于 y 轴不对，对称于 x 等于1这个轴，所以对称轴不是 y 轴。再我们看呢 ，D 选项 ，D 选项他说 y 等于负 s 平方，那图形是对称于 y 轴的线对称图形，这个对。我这个图的话它的那个它是对称于 y 轴，对称于 y 轴，然后顶点坐标是零零，然后它往口呢向下，因为它所向系数呢小。是这个图了，它 y 轴是它的对称轴，没有错，所以这一题应该选 D。